电机都快拍完了，怎么还只见裴姐不见飙车的亮子？对方怕是在无线去找人的吧？时刻盯着周围，留留啦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没办法用技能打断对方的狙，但可以耍点小聪明，利用有限的条件，想办法让他的狙接触到障碍物上啊。救兵！下一把，那现在我们去买那些。为队友治疗好，我们去下最后一塔。终于在盘开了四台电机号，对方抓到了第一个人。既然队友可以冒着倒地的风险接替我们六鬼，那我们同样也可以无视风险用技能去救队友，在上一枪接回一波。一个长远让队友翻船躲过了危险，但我们好像就要倒霉了。聊聊啦。熊牛仔发出压击信号，红军再次朝我们目标，他们看完。看着打开的大门就要逃出去时，队友再次倒地。于是我就在想，离大门这么近的话，万一就都能逃出去呢。我们站在半血队友身后，一旦对方拉锯还能扛上一打。再来一下，最后以四人全部逃出来的胜利，再见。